出棒打到了在二垒方向，横移之后的接球传往一垒，又传偏了 ，safe。哇，传偏了，传偏了，这个球传偏了，失误了。两个都是皮肤相当黝黑的选手，黑豆传给蒙德拉，给邓志伟拍拍手了。我这个球打成滚地球，也有全力冲刺，也造成手背的一个压力。你看接到球以后，的一个侧传，用侧传的话比较会横向的移动，会传得比较不准，这个球很明显的没有 take 到。